司马周不无郁闷地回到了相府，让他郁闷的不是中山王，而是张登。张登本为乐府的家臣，因才具得到前相国乐池的赏识，举荐为大夫。几年前列国并王成风，中山成功不甘落后，罔顾司马周的劝谏，南面称尊，从而引发了三晋以及齐燕等周边大国的不满。尤其是迄今尚未称王，而且对中山国虎视眈眈的赵国，这一下得到由头，秣马厉兵，欲行征讨。危难之中，张登受命出访齐、燕、魏三国，接力周旋，凭借着一条利蛇，轻松地化解了中山危机，居功至伟，得到了成王的重用，受封上卿。成王驾崩，张登与司马周同为托孤大臣，在朝廷席位已经越过了他的后台乐府，仅次于司马周了。当然，司马周在乎的不是张登爬得有多高，而是身为托孤重臣，他不该这么罔顾一切的去顺从新主。中山王毕竟年幼气盛，未立战事，既不知杀伐之苦，更不知与赵这样的大国开战意味着什么。可他张登不该不知啊，知而不见，盲从上意，这张登究竟想干什么呀？司马周越想越闷，将自己关进书房，正自闭目静思，一阵脚步声响，长子司马熙叩门，轻声禀道：“副相，上卿大人求见。”“哦，有请。”门被推开，司马熙引着张登入见，身后跟着皮货商打扮的张仪。司马周已经站起，目光越过了张登，直接落在了张仪身上。这位是？有清他看向了张登，不及张登引荐，张仪近前一步，拱手揖道：“魏相张仪见过相国大人。”司马周懵了，魏相张仪，他眼睛连眨了几眨，而后直勾勾地盯住了张仪。显然张仪与魏相放在一起，这又一身皮货商的打扮，与他实在是过于陡然。张登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：“禀相国，张子本为秦相，三个月前挂印复位，这被魏王拜为国相了。”司马周仍旧没有转过脑筋。那魏相国呢？张仪笑出几声，称兄道弟起来：“司马兄有所不知啊，惠子这人天真率性，在临淄稷下把先生当逆位了，跑到魏国当相国，相国席位这又做逆位了，见在下复位，顺手把挑子往在下肩上一搁，嘚嘚嘚的赶起马车，又回稷下当他的先生去了，不定还能混个祭酒呢。”司马周弄明白原委，虚出了一口气，目光落在张仪的一身商人服饰上。张仪随手一抖：“司马兄不会是看上在下这套衣饰了吧？”他刷刷刷的几下脱去了外套，献出了魏国的官袍，又从官袍里取出官带，一一结束妥当，献出了大魏相国的威仪。末了将皮货商外套双手奉上，
司马周哈哈长笑几声，顺手搁在一边，深深一揖：“哎呀，张子三变，在下眼拙，失礼失礼了。”说着他手指席位：“张子有请。”他又转对司马熙：“熙儿啊，上茶。”茶水奉上，主宾客套一番，张登请求司马周平退左右，指着张仪道：“禀相国，张子此来是有大事相商。”“小的小的。”司马周完全活泛起来，二目直视张仪，拱手道：“张子屈尊一服，必为大事。张子若不见外，司马周愿闻高论。”张仪拱手回礼，侃侃言道：“中山先王归天大丧，新王登基大喜，在下奉大魏王旨而来，一位枉掉先王，二位贺喜新王，三是送给中山一物，全作吊网迎新薄礼吧。”“哦，谢魏王关爱，敢问厚礼。”张仪一字一顿：“啊，代君。”“啊，代君。”司马周没搞明白，眯起眼：“代郡远在燕国之西，盛产骏马，与中山相隔崇山峻岭，自赵襄子时起一直就是赵国的属地，显然将之与中山国系在一起，与司马周而言简直就荒诞到不可思议了。”张仪不急不缓将秦魏中山三家分赵之谋和盘托出，司马周大是惊骇，两眼先是圆睁，后是闭合，再后缓缓睁开，盯视张仪良久，方才拱手道：“传闻张子入楚灭越，入秦灭巴蜀，这刚入魏张口就是灭赵，果然是谋大事的，在下叹服。只是中山罪而小邦，国薄力微，岂敢与魏秦相提并论呢？”张仪长笑了数声：“司马兄真会客套啊。大赵迄今仍是侯国，中山罪而小邦却已南面称尊，与齐魏燕楚秦等堂堂大国，还有堂堂大周天子并驾齐驱数载了。”张仪直接中山小国称王之短，颇让司马周尴尬，然而事实俱在，他有口难辩。张仪侃侃而谈：“今日中山，西至太行山，东至河水，北至易水，南至淮水，以方圆500里，远大于宋和小魏国。若是再有代郡，辖土可逾千里。代郡，两马之乡。中山此有沃野，彼有良马，坐拥千里之野，百万之民，既拥王名，也坐王实，天下列邦何人敢以小国去之？”张仪再提代郡，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，司马周由不得的长吸了一口气。张仪步步进逼：“司马兄熟知中山，中山与魏远隔赵国，有旧怨而无新仇，
中山与昭却是你死我活。何以如此呢？因为景行。昭东都邯郸，西都晋阳。邯郸与晋阳相隔千山万水。赵虽有府口行，但府口行直通的是上党，而上党有韩人一半，非赵人独享。赵人欲想平安，需仰仗韩人的鼻息呀。而且上党据晋阳，又有高山相阻，赵人历尽山道辛苦抵达上党，仅是半途。景行则不然，景行而西，可直达晋阳。赵人欲得景行，其心切切，而景行与河水堪称中山国人都二脉，万不可有失啊。景行失，中山失，景行在，中山在呀。张仪直击景行这个中山与赵的必争要塞，司马周额头上汗就出来了。张仪笑道：哈哈哈，司马兄，非在下危言耸听，实乃情势逼耳。方今天下亦非中山面对危局，苏秦倡导六国合宗，封指西秦，六军伐秦，兵寇函谷关，秦人危在旦夕。赵人却在关键时光卖魏国，使纵亲大功亏于一篑呀。魏人是以深恨赵人，秦人破纵军得巴蜀，国势日盛，魏破苏秦合纵之策，秦王听从在下连横之说，使在下复魏结盟。魏王洞明时事，抛却前嫌，弃纵入横，任在下为魏相，与秦结盟，共伐不义之赵。今闻中山与赵有隙，在下奉王旨亲赴中山，谋议三分赵土。司马兄，以魏秦之力，在下师弟庞涓用兵之神，只要东西合击，赵人败亡已成定局。司马兄若从北侧横插一刀，赵想不死难以哉。司马周听完了张仪这番解释，总算是明白原委了，朝张登会意一笑，对张仪拱手道：哎呀，在下身居僻壤，孤陋寡闻，得张子开色，幸莫大焉。在下不瞒张子啊，赵人侵我疆土，夺我号城，这又趁我大丧，扰我村医，杀我臣民，欺我太甚。我王盛怒，本欲兴兵讨回公道，是在下不明时事，几番劝谏，今有魏秦两大邦仗义相助，在下可无忧矣。这就与张子入宫，奏明我王谋议大事如何？谢司马兄成全。接后三日，中山君臣与张仪谋划妥当，中山王拜司马周为主将，乐举为副将，孙固为先锋，公孙弘司粮草，张登司邦国外务。中山国上下同心，起精兵50,000，以迅雷之势切断了淮水，将浩夷团团给围困。与此同时，老于谋算的司马周一出一骑，借中山王之口将张仪留在了灵寿，名曰运筹帷幄，实则扣作人质，以防魏秦使诈向赵国出卖中山。边关暴急，赵公震惊，晋阳危机未除，中山又起烽火，
自孟津归来就身体虚弱，近日更是卧榻养病的素侯赵宇接到战报，尚未读完，气血上冲，陡然昏迷。赵公大乱，患者令公泽急召公医抢救，太子赵雍、安阳君公子克和廷尉肥义也都闻讯赶至。赵雍逮住公泽，急切问道：“夫君怎样？”几年不见，赵雍又高出许多，喉结长出，声音也褪去了稚腔，变成了勇武的小伙子了，只是年岁仍小，离官年尚远。公泽摇了摇头，赵雍脸色变，急步冲进，扑在素侯身上，紧紧捏住了素侯之手，带着哭腔：“夫君，夫君。”素侯静静地躺着，虽然仍在昏迷之中，但气已均匀了。一名老公医正在行针，素侯身上几处穴位分别扎着银针，另几位公医候在一边。素侯榻边仍旧放着边关的急报。安阳君走过去，轻声地问公医：“武太医，君上如何？”为首公医压低了声音：“回禀安阳君，看脉象是急火攻心。”“哦，抓紧救治。”安阳君语气平稳地吩咐了一声，在素侯榻前跪下，拉过素侯之手，搭会儿脉，目光落在边关的急报上，拿过来细读一遍，缓缓起身，拍了下赵雍的肩头，朝外努了努嘴。赵雍会意，跟他出来，肥义也跟出来。三人走到偏殿，安阳君望着赵雍道：“殿下，我观君上一时三刻不会有事，眼下大雾乃是这个。”于是将急报呈上：“殿下请看。”赵雍看完脸色就变了，顺手递给了肥义。安阳君一向沉稳，即使火烧眉毛之事，语调依旧是不急不缓：“中山陡然兴兵，颇为蹊跷，无论如何好意不可有失，望殿下速作主张。”赵雍看向了肥义：“廷尉，若是没有外援，好意能撑多久？”肥义这也看完了，割下急报：“回禀殿下，好意位于淮水之北，为防止中山袭击，臣吩咐特别构筑城高2丈4，城门包裹铜皮，沟阔5丈，配守军8000，防御利器应有尽有，城中更有臣民36000，饥粟可食1年，城内有2水交汇，另有水井35口。依中山人眼前之力，即使没有外援，只要城中军民齐心，短期内不会有失。”赵雍虚出了一口气，看向了安阳君：“叔公。”安阳君一字一顿：“殿下，为赵未来计，后意不可有失啊。”赵雍转向了肥义：“肥义，叔公所言极是，军情火急，你亲赴信都，引守军3万，驰援好意，以稳好意军心，其他诸事待父君醒来再行决断。”赵雍走进内殿，拿出了调兵虎符，以殿下名义写好了指令，交公泽印上素侯的玉玺，交给了肥义。肥义前脚刚走，工人出来报说君上醒了，召二位觐见。
安阳君和赵雍击走过去，果见素侯身上银针尽皆拔除。